通过更好的能源管理，我们每一个人将会有更好的未来。有了智能电表的帮助，我们将可以计划到我们每日用多少电，而每一个人呢也都应该负起这个责任的。加州一直走在时代的尖端，而智能电表是我们美好的未来。商业将在我们新的绿色经济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。智能电表提供给我的资料可以减轻我的能源开支。智能电表是我们美好的将来。智能电表有功能告诉你节省能源信息。智能电表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高科技工具。只要我一上网，就可以看到任何时刻的用电量。资讯就是力量。智能电表带给人民的资讯就是怎样去悭电。